陈俊良够帅，陈俊良够帅。大家大声来话动选，要来支持无党籍、婚姻观第一选区立委候选人陈俊良当选立委。距离明年选举无到二十天了，11月24日登记参选立委的婚姻观议员陈俊良，也伫即天成立竞选总部。前婚姻观议长陈清秀甲观议会当日嘛到场支持，希望乡亲会当支持陈俊良当选立委，为地方来打拼。实际上，我感觉讲即摆选举真遐无。伫顶届四年前，伊就想要讲要选，我来讲啊，都大家咧选呢，即议员也真侪人来鼓励啦，就是讲给阮囝扩大来服务，咱今仔有来的人回去。好啊，就拍拼一下，吼、哦！好啊，出面头尾，亲戚朋友，咱敲一个电话咧，予伊会当伫武汉医来服务。咱是讲小兵立大功。立委候选人陈俊良嘛表示，希望透过家己的工程专业甲管理员的经验，会当为海线地区的乡亲争取更加完善的建设，嘛予选民加一个选择。希望大家会当予伊伫立法院为大家服务。咱是来，感觉咱婚姻观。人一直在进步，咱无啥在进步，咱就是退步啦。俊良一定会利用我新年土木系毕业的对建设的了解，来认真替咱婚姻观吼的建设来拍拼。吼、哦、啊，我因为将来要加入政党，我若担任立法委员，我嘛无要分党派。吼、哦，所有党派若认为需要俊良，直直看伊发声。我嘛会认真替咱婚姻观来发声，安尼咱婚姻观才变得好，才会进步。每年正月13日就是选举的日子，乡亲就要出门投下神圣的一票。不管是多一位候选人顺利当选，都是为地方来打拼，打造更加好的婚姻观。记者陈嘉欣采访报道。